我相信很多人今天都收到了这个通知。重要提示，请您确认是否还需要提供其他税务信息。所有 YouTube 创作者和合作伙伴都需要提交税务信息，以确保自己所获款项的所有使用税费准确无误。仔细看看这张表，按照上面的要求填写就可以了。填写完后就是这个样子。如果填写不对，就变成 30% 的税。记得一定要选有管特许经营税。有问题可以留言。谢谢观看。